长期积压呢，超过四点钟久特别重要。啊，那是超过四点钟久以来吼，伊就较免遐紧张啦。但四点钟久迄是随时会喘起来。第二，那无多第一时间可以电解质，你得伫换脂吼，也是爱个缩的，缩的，小放一束啊，个缩的，莫乌去就好啊。哦，每差不多15分钟、20分钟小放一下，会通一下，紧爱个缩起来哦。无你啊大量的血入去，拢袂等于很喘起来吼。一直止血在上加伊会使注点滴救命药啊做嘞，你才会使完全个透开，免个缩。第三，一旦人啊救出来，你就要监控伊动脉血的氧气压力 ，PO2， 阮抽血出来就知影 PO2、PCO2， 氧的分压、二氧化碳分压啊，中央静脉压、甲尿量，迄拢爱随时监控。哦，到病了，当然病就会甲你处理啊，加血压，互你升，哦啊，适当的补充体液，预防肾衰竭，使用 Manitou 啊，加迄骨力 CO 这款物件，哦，1到2g每公斤的体重。哦，甲你静脉注射4.5以上来保持，互你利尿，无你尿剂就害去啊。第三，伊阁会使甲你尿来碱化 ，alkalization 就是互你尿袂使变成酸中毒的。你啊尿那酸，你人都 acidosis， 迄都坑要死。所以你讲必要时阵，互你用迄款碳酸氢钠，都、就是 sodium bicarbonate， 哦，甲你 pH 值甲你达到6.5来防止咱的。啊，肌球蛋白跟尿酸伫油脂内底沉淀，无油脂嘛，骨叫塌到尾嘛是死。第四种，到较便宜哦，阮对高钾血症、低钙血症，对马上甲你调整。心律失常诶，哦，爱甲你电击，甲你用 pacemaker， 还是用药啊来甲你调整。继发性诶，内底有些叫做腔室症候群，哦，咱去得着了，咱有迄。腔室叫压迫的症候群，啊，阮必要时阵会甲你切开引流吼，啊，筋膜切开，哦，啊，若是已经有腔室症候群，你来抗生素可以破伤风的疫苗，哦，类毒素啊吼，拢总爱可以，啊，当然啦，肢体痛会使冰敷啦，哦，进行5P建设，监测5P就是 pain 疼痛 ，pale 就是苍白，啊个 paresthesis 感觉异常，啊个 pain without passive movement。一听，但是无叮当哦，无去移动嘛，一听啊个 pulselessness， 就是无脉搏，有批。你若拄到这拢总病会甲你监视，过来过来甲你看你外观哦，你会观察有没有异样哦，啊个需要观察所哦，迄款集体人员的观察，啊个补益补充你的液体来延迟哦，要大于12小时来增加肾脏的排出哦，当然最后必要时阵呐。你在最少，你在该洗药剂洗几落礼拜，大概要洗2个月啦。哦，免超过2个月啦，救袂起来，迄就救袂起来，就是一世人洗药剂啊。哦，迄就是急性肾衰竭。你甲看，咱人拄到即款环境哦，真无奈啦吼。咱拄下讲到遐，搁过来，张医师要甲大家讲，迄个慢性低血压。你看咱拄下迄人的死就是低血压，但是有几样毋是因为有原因呢？迄个血压是。嗯，啊那呢？啊，这人那血压拢较低，啊，徛开戆，哦，啊，这拢伫年轻人较济哦，连都唔是老血压，老血压拢高血压对无？中风啦、啊，心脏血管塞去。伫临床上，阮看到年轻的女性比查甫低一岁啦，伊有慢性低血压，伊个疲劳、甲晕眩是伊个状，伊个症状。慢性低血压可能嘛甲情绪低落有关系啦吼，啊，失智症嘛会表现出来哦。这两个互相恶性循环，你愈失智啊，愈无力。食失智症就是咱讲叫做，古早咱讲叫做痴呆症啦吼 ，dementia 啊 ，Alzheimer 的治阿兹海默症候群，这些人拢会容易互相循环低血压啊，实在拢找无原因呢，嘛有啦。啊，你嘛爱较重视啊。哦，咱来讲的迄个说体质性的低血压 ，constitutional hypotension。Hypertension 跟 hyper 无共 ，hypertension 是高血压，这 hypertension 就是德国文献医生较好名的。伫个医疗院所内，这中号来使用量血压的机哦，你爱甲量量量哦。你若查甫的，110/60，110/60的以下，女性的100/60，100/60哦，画一条斜线60，这个以下拢叫做低血压。
哦，啊，你的疲劳、晕眩、心悸哦，情绪低落、睡眠障碍、困无啥会去啊，困无啥会入眠，甚至 syncope 昏厥，这种种是。啊，另外一种是器质性低血压 ，organic hypotension。organic hypo 是器质是身体有问题啦，迄毋是 essential， 毋是无原因的，毋是体质了，伊是因为有原因，迄、那个原因当然先找出来，然后我都甲矫正，咱来甲矫正。伫西方的国家吼，咱这款慢性低血压盛行率差不多0.3到4%啦。随着年纪的增加是愈来愈少哦，真趣味哦，咱人愈侪岁，血压得到血管的硬化，所以伊会愈悬，等到甲高血压吼，因为中年以后老年化了，就使较无去吼，这点是袂歹。所以照国外的研究，既然查甫100以下，女性100以下的，咱嘛都爱该注意。伫男性的盛行率是1.6%到2.7%，女性是0.3%到3.6%。哦，迄个侪部分是比查甫较侪啦吼。啊，你若用舒张压，有诶用低迄个血压、低血压来算，你若是低60毫米水银柱为标准，男性的低血压，诶，慢性低血压盛行率差不多1%到1.1%。女性差不多1.2%到2.7%，所以比较起来用低来算的是查某会较济哦吼。但是不管如何啦，还是年轻的女性较济。啊，慢性低血压伊不具什么特异性啦吼，伊就是晕啦、头痛啦、耳会肌啦吼、胸闷啦、心悸啊吼。啊，这内底有足侪款，情绪低落，啊是安尼忧郁寡欢、忧郁症，啊个失智症吼、dementia 老年痴呆拢会啊。低血压、低的收缩压比舒张压较容易引起症状哦，这是大家要知影吼、哦。啊，不管如何啦吼、哦，咱爱看讲有的人伊是有原因来引起的。我上惊就是医疗上有食药啊，即嘛真侪人吼、哦，因为必要食药啊，食药内底伊食帕金松、帕金森病就是手会安尼 resting tremor， 也休休困的时也错，啊，你若要摕物件，点都袂错。下肢袂错，是愈下愈大，啊人行路愈行愈紧，撞，讲要撞出去，迄个是帕金松，啊用用的是就在嘴里咧补，唔知咧补啥啦吼，啊所以归去好补者树林甘木、口香糖，啊高山人拢补迄甘蔗，迄甘蔗切做一块一块哦，啊用用就塑胶袋摕出来咧补，啊较袂去用看到讲，无在无只嘴啊咧补，啊面吼 mask face，mask 就是戴着面具，啊笑个笑铁面、哭铁面咯，啊伊个人在做。嘛，悲哀啦！啊，尾啊，头脑的荒废。食这种药的人，有时啊，都会造成低血压。